问：2020年9月6日，魂游心灵净土。释迦牟尼佛：我观女相，皮肉是空。世间再美的女子，也会随着时间渐渐衰老，变成老太太。再好的保养品、美容品，你说能永远年轻不衰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女子寿终即亡，入土后皮相随着时日化成泥土，最后在墓地里面的就是一具骷髅。当然，学佛女子还是应该整理仪表，但是不可过于贪取外相的美丽。修行佛法的在家女居士应以简约朴素打扮才是宜，因为这个皮相是不实的。释迦牟尼佛，一个学佛念经如素持戒到年老的老太太，从心灵深处散发出来的慈悲心与善良才是最美的。心灵上的美丽是外表皮相不能与之相比的。释迦牟尼佛，世间男子容易因为女子外相的美丽起贪婪淫欲之心，若能以我所说的去观想女子皮相的美丽，就能脱离这种淫欲恶趣。释迦牟尼佛，童子游记是我向观世音菩萨提出来，当时有非常多的童子人选，我在天上一一审查后才选他出来写的。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9月5日。